愿旅游平安，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失去家友了，有车损保险了，我不知道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啊，是苦的日子多，就是甜的日子多，但是约伯记第一个让人想到的就是忍耐，在恩雨之深有一个影响，恩雨之深他们有一个见证，现在我们去搜这个优秀环境，想到一个一个叫许道宏的牧师，他们是文村的一个牧师，我们在文天里那边做过还有8年，我们刚去的时候就听到他的见证，他是香港来的，他在香港一个老师，出的职工，工作也很稳定，收入也很不错，老师也做的。他能辅导他，他就来到了刘德华的威廉主读中学。然后呢，读完毕业以后，他就在北仑部会。不过没有部会几年呢，40多岁的他就得了这个帕金森的，这个病。通常呢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而且特别的严重，头是歪的，然后讲话的时候都不能走，不能做到做牧师没有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子，他就觉得很羞辱，他觉得为什么去做传道人这个形象跑出来，好像不能够荣耀，话也讲不出。不过这个灾难刚刚开始，过了没几年，三四年之后，他又查出来是肝癌，现在是破腹肝，就是肝癌，那就是晚期。那他的太太啊，是我们的亲卫。熟悉的要炸掉这个厨师呢，也得了忧郁症。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么多位爱上帝的仆人，一个为主奉献一切，愿意摆上一个上帝的仆人，为什么在他的家庭当中会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上帝不是大能的吗？那么大能的上帝为什么不帮助他自己呼召的仆人免受这些的苦难？另外一个问题，上帝不是慈爱的吗？如果上帝是慈爱的，那为什么他让这些苦难发生在一个爱上帝的人身上？约伯记同样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苦难是约伯记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伯是一个义人。上帝在圣经的第一章介绍约伯的时候，他说那个人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过故事的发生就是在天上的天庭开了一个会议，耶和华就表扬约伯，听闻说我不用心的观看我的主人约伯，地上再没有一个人跟他可以相比的，但没有一个人完全证明因为人的一个是相反。我们先注意到这个上帝耶和华对约伯的称呼是我的主人，然后对他的形象给了他三个优点，一个是完全证明，一个是因为约伯是这个地方最好最低的人。不过面对神对约伯的赞扬，这个撒旦就很不服气。撒旦是谁呢？撒旦的意思就是告发者、控告者、质疑者，所以撒旦就开始控告约伯。反正对那个人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呢？在何罗本上，新约的圣经说，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没有原因吗？因为圣经说 for nothing， 约伯敬畏你不
需要看中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吗？他不是为了什么都什么那些，而是说那几个，他不是什么都不要。上帝给了又有什么呢？上帝的确给了我很多的东西。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给了约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真的是七个加三个是两个，十个七天之内，这个数字非常大。七千头羊，三千头骆，又是十个，500对牛，500对驴，好像再找来一个，感觉他十全十美，非常完美的一个生活。所以打算讲的话，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约伯敬畏你，难道是无知的吗？但今天有老人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错啊，我们这不是我们在追求的吗？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听上帝的话，我们信耶稣，我们来服侍，我们来教会一起敬拜，我们难道不要上帝祝福我们吗？好像都是没有错啊，对。撒旦的约和华说的就是你给了约伯那么多，这是约伯敬畏你的原因，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把这个给约伯的那些的祝福全部拿走，你看看约伯还有什么敬畏。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弟兄姐妹去深刻的思考一下，其实撒旦的意思在说约伯不是敬畏，约伯是在敬畏你给他的那些东西，你给他的儿子，你给他的财产，你给他的家干女生子那么多。约伯看重的不是上帝，约伯看重的是你给他的祝福。撒旦一方面在提，好像在提醒约伯，另一方面他在控诉约伯。约伯不是敬畏。不过出人意料的，这里的就是这个耶和华，我们好像看到了像这个国之类的那个内容，昏君呢，他居然听信这个奸贼的谗言，居然听了这个撒旦的话。耶和华说：“好吧，那你去试一试啊。”结果呢，耶和华就倒霉了。约伯就倒霉了，他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约伯的财产一夜之间全部没有，然后呢，十个的子女全部死光，太惨了。这个，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扛得住这样的一种灾难。那约伯的反应呢？的确，约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在这个时候说出了一句话，我们想约伯是。有两句经文我们对比，这是其中的一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你隐晦的说后面那句是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我所有的都是上帝给的，你拿走也无法说。不过你就在经历当中讲出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圣经当中，如果不抱怨都已经很不错了，还能讲到最后那一句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当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先去怪人啊，怪人没有用，我先来怪上帝，怎么会这么不公平，那个人这么坏，为什么这么人那么好，我这么好，为什么能够那么坏？对，在第一轮的这个试炼当中啊，我们讲试炼当中啊，约伯的表现真的是不错。不过同样，祸不单行这句话，我们知道祸不单行，今天您又开了第二次的会议，然后耶和华继续的表扬约伯，他还是对他来说，你看到了。你用心观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耶稣的。而第一章的同样的一句话，简单的重复了一遍，
接下来他更加的表扬约伯的意思说，你撒旦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存在。这里面又出现了这个词啊，无故，经文的应用还是翻译成无缘无故的。我们虽然啊，我们是上帝允许啊，撒旦出的这个计谋啊，我虽然无缘无故的降了那么多的灾祸，但是约伯的表现没有被杀的，但是撒旦也是那么上发三宣的，轻易的会停手的那个人。撒旦说这些不够，如果你让约伯的身体遭受痛苦，让他自己的身体遭受痛苦，你看看他还是不会。约伯又同意了，然后就约伯就更惨，他讲那个圣经讲他讲的不得了，不得了，他也不行，他用瓦片来刮这些身上的毒疮，很难受。约伯不明白，为什么身上的这些的身上会发生这些事情？约伯说：“我是你的仆人，我不说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或许当时的在西北温苏恩堂的那个许道宏牧师，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体上面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放弃好读过，我读神学，我读完神学，把我的钱拿出来建立教会，不是的，没几年让我得这个老年人才得的病，然后再得肝癌，他们过了没几年就过了烧。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约伯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财产没了，自己的身体发挥啊，子女也死了，连他自己的唯一的活在身边的一个亲人就是他的太太。太太说这样的神你还跟着干嘛？你不如弃掉你的神死了算了。因为你可以想一想约伯的处境真的是太惨了。这个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了，有的时候朋友身边有好的朋友来安慰我，可以帮助我很多，但是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他们的安慰非但没有安慰到约伯，我们看到约伯记的记载，经过三轮的对话之后，他们的关系的彻底破裂，不讲话，彼此不理睬。是这三位的朋友没有爱心吗？不是，这三位朋友非常有爱心。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当中，经文说他们为约伯悲伤，他们去安慰约伯，他们放声大哭啊，个人撕掉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和约伯七天七夜坐在一起，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真的是约伯的好朋友。七天七夜啊，与约伯在一起，给人家提供的呼吸，他们的爱心没有问题，他们都用自己的爱心来安慰约伯。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神却对这三位非常有爱心的约伯的仆人发怒。在约伯记的结尾，今天我们读的42章第七节，经文说约和华对约伯说话之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那两位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做的事。神说你们在议论我不如约伯议论我的罪。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神的怒气不是说他们没有爱心，他们很有爱心。神发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对约伯的劝告和安慰当中出现问题。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爱心的安慰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经文在这里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
约定说的是，说的是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基本的意思就是和出世，你们议论我的内容不符合，反而约伯虽然他没有问题，但是他议论的上面啊，还比你更符合市场。我们看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千里迢迢来安慰约伯的话，他们说了什么？约伯记的中间的一大段，都是在讲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三次对话，是用诗歌性的方式来记载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神有一定的认识，首先他们肯定神是慈爱的，神第一神是慈爱的，第二神是大能的。但是他们更看重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神是绝对公义的，绝对公义的上帝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一个灾难无缘无故的加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也不错。根据他们三个朋友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智慧总结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现在你约伯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你的财产没了，你的子女死光了，你自己得了那么重的病，一定是你犯罪了，一定是你得罪神了。你约伯如此的境况，你不能怪罪于神，你怪罪神你不对，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之后约伯的三个朋友继续的劝告约伯，就说你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你是公义，但是他也是慈爱的，所以如果约伯你知道你自己犯了什么罪呢，你只要认罪就好，人的慈爱就够了。可是我们也不常说这样的话，听上去好像没有问题，上帝的公义的上帝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把灾祸降在一个义的人身上，公义的上帝能够做事情无缘无故做。可是在这个三位朋友，他们没有在天上开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在，所以他没有听到这无缘无故的死的事。我们也没有机会天上开会，我们也不知道上帝跟那些的他们开会在讨论什么内容，但是我们有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圣经约伯记的记载，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听到耶和华和撒旦的对话，所以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逻辑和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用他们的思想来限制约伯跟销售对方的关系，不可能是无缘无故，怎么会是无故的呢？大概讲是这样子，那大概这样讲的话说，约伯敬畏上帝，怎么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呢？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受苦。真的是不行，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去看一些注释，我可以从这五点说上面来了。亚当和夏娃同房之后就生了该隐，之后又生了他的兄弟亚伯，叫亚伯生放羊的该隐的兄弟的，然后该隐拿着资产的记录，亚伯也知道自己的孩子说他在他的石头肩上，然后约伯看出了亚伯的记录，看不出该隐，亚伯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个人，那亚伯的命运是什么？对对对，他的他的兄弟亚伯的时候，杀他的兄弟亚伯的时候，没有犯罪的亚伯，然后要
然后他就看见了，这如果是直视自己的肝炎，还有就是拿着我会吃药的人，让他知道拿着的那种不方便，因为有信号源，然后拿他的地方就靠近他的房东，所以他说你给我，或者我给你钱，但是讲拿着非常的便宜，说拿着回答两句的话是这样的，我敬畏耶和华，我万万不敢向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他和敬畏耶和华非常同意，这个不可以说两叉。敬畏耶和华的拿着，然后呢，他的下场就是被奉献，说他献祭，然后呢被那些众人用石头打死，他不犯什么罪没有。公义的上帝又去了哪里？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你遭受苦难，一定是你做的不好。”撒旦说的是什么？撒旦说的，人只有得到了好处，你才会去敬畏上帝。有一种观念一直在告诉我们：只要你坚定的追求神，你就会财富丰裕，就会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事业兴旺。如果你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你就要想一想到哪些地方发生问题。这种观念是认为上帝的报应是基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恶的因果的报应。我做得好，上帝来祝福；我做得不好，上帝就来罚我。上帝的祝福和惩罚是取决于我做的好。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关注的永远是我自己。这种信仰这个根基是很不稳固的。这样的信仰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在这当中得到好处，有好处的我们跟。那边有好处，我就跟那边；这边有好处，我就跟那边。没有好处，我就跟那边。约伯说：“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应该无处的？”在四世时代当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有一家人为了逃避追光，从伯利恒逃到农家，然后就是一场瘟疫就开始，跟这个。男人死了，后来两个儿子也死了，一家又三个男人全部死光了，生产的这两个儿子虽然好了媳妇，但是一个儿子也没有留下，一家人只生了三个寡妇，婆婆的名字叫拿俄米，他说是苦难的意思，然后你说不要叫我苦，要叫我苦，因为我的命真的很老公很苦。然后你说什么呢？他说我信的这位上帝，这一位大能者使我受的太好了。然后你就劝两个媳妇回家，你们跟着我没有希望，因为我是个上帝，降祸降福是降祸福，他们没有希望，前途渺茫，所以一个媳妇就跑了，回到了他的家乡。但是路德很奇怪，他跟拿俄米说的那句话，他说你不要再催我了，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城就是我的城。我觉得很奇怪，路德要跟随着这个拿俄米的神，拿俄米说他要降祸福，这个我信的上帝是我受的他。路德要坚定跟随的这个拿俄米的神，知道他是拿俄米的神。在撒旦看来，人敬畏神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祝福。在约伯的朋友来看，人的遭遇的好坏在于真实，你做得好，你就深满充足，所以这一番话。
因为说你现在遭遇那么多的因果，但是病他的心态还不好，所以上帝听到了这些话，他就发怒了，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的故事像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的，因为你们逼问的这个是错的。”经文在第八节，他说：“现在你们来取一只公牛，到我来和耶和华作证，献上燔祭和无人约伯都为你们喜悦。我越说，因为越大约伯。”就不按你们的冒犯你们，你们遇人我不如我的约伯做的事，重复了这样的一句话，很讽刺。约伯的朋友啊，就约伯你，现在这样你还不认罪悔改吗？你赶紧认罪悔改，上帝或许赦免你，再次来的。但是讽刺的是，上帝却对着三个来劝约伯的朋友说：“你们要认罪悔改。”选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那是燔祭当中最高级别的燔祭了。到我的主人那里，上帝在这短短的圣经在这短短的节经文当中，四次出现了对约伯的名话。看着约伯我的主人的面子上，上帝说：“我姑且饶你一次，不犯你。”之后又出现了下面的一句：“你们遇着我，不如我的主人说的合乎实情。”那么约伯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如果看约伯，我们知道，首先约伯是用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慈爱，但是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呢，有点不同的是，约伯更是肯定了上帝绝对的主权。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主。”三次的这个耶和华真实的主权，我一个不在场的都没有，我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给我。我所有的约伯说：“我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上帝给我，我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给我。我以前拥有那么多的子女，那么多的财产，那么多的牛羊，不是因为我约伯做得好，不是因为我的功德，所以我不能拿走。所以耶和华，你现在也有绝对的主权收回。”我们从约伯记从开始到最后，我们没有看到约伯认罪悔改、痛改前非。但是约伯非常清楚的知道，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敬着三个字：敬畏神。这点约伯是明白的，但是约伯不明白的是什么呢？约伯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会招来这些黑白的祸？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呢，他们也没有在山上参加那个天庭的会议，他们也没有听到啊撒旦跟耶和华的对话，所以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个苦难发生了什么。但是约伯一直在问耶和华，问上帝，他特别想知道这个原因。如果上帝始终没有直接回答约伯这个问题，这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上帝在劝说约伯，上帝怎么约伯？上帝要让约伯回答，去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上帝对约伯说：“你看，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放在哪里？地的根基我放在哪里？”知道吗？雨水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雷电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怎么会有冰？天上的日月星空是怎么样排列的？你知道吗？你有足够的智慧，你知道山羊什么时候生小山羊？你知道吗？
母鹿要怀月，怀胎几个月，鸵鸟都是怎么保护它的生下来的蛋呢？上帝在约伯去看创造的时候，最后还提到了荷马花的这个意义，这个建筑就是离开的约伯，他有你想都没想到过。上帝告诉约伯，他说我在创造的次序当中就有公正，我在创造的宇宙的次序当中就有公正，这是我创造的公正和公平。他的全能并不会相关，而是超凡的，为了让上帝在地上享有他恩赐的地位。哇，这个约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但是真的是不太有理由的。上帝说：“你的忍耐，居然用自己的公义的这个定义来判断。”他便是上帝的爱，这个人有天生智慧。约伯经过了这一次的宇宙的虚拟的旅行之后，他说出了那个他的约伯记，很著名的话，另外一个很熟悉的英文，叫做“我从前通过你的路，现在经过了你的路”。在约伯的经历当中，刚开始是知道他们所认为的人所认为的这些严格的公义的法则实在是太幼稚，因为我的工作中真的是让我自己的为你思想范围太有一些约伯记这一本书被归类在智慧书，你知道吧？圣经有三卷智慧书：约伯记、箴言和十二支。这本书的著名之处是，如果你多读，你就会有智慧，你就会得到智慧。智慧这三个词在这三卷书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啊！箴言的第三二十节。他用圣经用一种以人的修辞手法来描述智慧，就是智慧在思考，智慧在揭示它，智慧在观察它发生。智慧在富含什么？他在富含说愚昧人喜爱愚昧，但是智慧人要有智慧，但是人怎么能够得到智慧？当我们的眼光远远的聚焦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真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真言书他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这新约圣经保罗是自己的想象，但在他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徒，都有神的名义，我们都是上帝蒙召的。什么是智慧啊？对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来讲，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认识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心哦，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一个智慧的人不是以为他自己什么都知道，一个智慧的人是知道自己非常有限，而且愿意信靠神、顺服。这个信靠、这个顺服，不是在圣经当中，是无论在圣经或者异经当中，都可以坚信。信心不是仅仅建立在上帝祝福信心一样，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无言无故的无言无故的。然而我们的神真的会无言无
的智慧呢，他有时没有办法去明白上帝的作为。神让拿俄米家过的人，但是路德这一位贤德的人，他却凭着信心坚定的跟随，他说你的神就是。后来啊，路德就嫁给了波阿斯，生了孩子给他起名叫俄贝达，俄贝德是耶西，耶西是大卫，大卫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子孙。约伯同样遭受了最大的苦难，他也不知道原因，但是约伯的这经历让约伯更真实的经历了我从前我从前有你，现在亲眼看见。最后约伯达就使约伯从他的苦难当中转回来，并且约伯达也他的心所有的心我们是为了得到益处而去跟随，但是当我们坚定的去跟随神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从来不会失落。约伯是一个好人，完全正直的人，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苦难呢？约伯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篇幅来回答这些问题。约伯记更多的描述是人面对苦难的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人的反应和他对苦难的认识。约伯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会认为我们信了就会成功，我们信了就凡事顺利，我们信了就会事业成功，那么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是很不真实的。约伯记的中心，约伯记的中心就是当我们不再看自己，而知道上帝的，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苦难和苦难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心啊，人的智慧太高深，人怎么能够感受得明白？有一个人瞎眼的，有人就问耶稣：“这个人做事就瞎眼吗？是他犯罪呢，还是他自己犯罪？”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就是他的罪，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智慧。”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啊，他说我知道怎样去出卑贱，也知道怎样麻烦，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存在我都得到益处。我靠得到还是给我力量，我靠得加给我力量还是都夸我。我这是因为只是说我靠着他的钱，我还做不了什么工作。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神，我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都能活出上帝的荣耀。无论是在我们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们是否也愿意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特别是当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在疫情，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病痛，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感染，或者说我们现在回不了国，看不到亲人，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周围的人能否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作为，显出上帝的荣耀？龙泉风为流，现在亲眼看见，约伯在他的经历当中得到了这样的祝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来到丛林来访，天父帮助我们，真的是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来面对我们的处境，无论是困难还是富足，都是来显出你的作为。我知道尝试的你都值得眼睛，帮助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可以改善，看见你无限的，也帮助我们天主的样式，与耶稣的样式来到，让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你做主的眼睛，从耶稣的眼睛。